对于在家中或办公室内的移动，请在移动过程中使打印机保持水平。对于远距离运送，请执行以下步骤。在打印机开启的情况下，打开舱门并按住黑色复印按钮3秒钟，使打印头处于中心位置，拔下所有电源线和电缆，向下按蓝色卡销将其打开，向下按卡销至正好可以清除卡销挡块的位置，然后将卡销滑向左侧，确保墨水塞牢固，然后关闭舱门。如果计划运送打印机，请将其放入大到足以装下该打印机的塑料袋，确保塑料袋完全封闭，然后将其放入包装盒。在新位置打开舱门，关闭蓝色卡销，然后关闭舱门，然后重新连接电源线。如果您看到E3错误，请打开舱门，关闭蓝色卡销，并按取消。